老公现在是啥都想往回捡呀啊！你捡个狗还不行，大家猜是啥？捡的花儿。没有，我早上遛旭旭的时候，我看在对面那个楼上楼门口垃圾桶旁边扔了大盆儿，不就是花儿长的，就这个绿植长得太多了，然后根锈死了，人家连盆儿都扔了。我觉得捡回来稍微梳理梳理，一种肯定能活呀。什么？这不得省几块钱？你捡东西捡上瘾了。哎呀，我都服了！早上我一起床没看见老郭，然后听见卫生间哭哧哭哧的，我过来一看，干啥呢？我家没这个花啊！你看，像这样，根上带一点点，这重新弄一盆水往里面一放，肯定能活。你准备水培啊？对呀、啊，土培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就喜欢水培的东西，这个也能活，下面带根的。好，你加油啊！看，还有这么大。老郭成功的把一盆花变成了三盆花，你看看，羡慕不？你看这往一块放多好看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卫生间的空气都清新了好多？那你捡的时候有没有怕别人看见嘲笑你？这有啥嘲笑的？别人扔了的，我不要了，我把它救活了，这有啥嘲笑的？可以，心态蛮好，对不对？你再想一下，这一盆花你单买你得10块钱，我这一盆分三盆不是30块钱？其实我这三盆不止，只不过是盆不够了。我家里要盆再多了，我马上在家里面一分，水一拿，板车拉出去一卖，发家致富。叮叮叮叮，看这效果怎么样？春旭啊，这边都是老郭这几天捡回来的东西啊，包括我们秀秀是吧？哎，又被他炫掉了一半。很多朋友说啥了？说就是，哎呀，三只狗，多一只无所谓，三只是一样的遛，四只也是一样的遛，真不一样。如果说你是一只狗的话，狗粮放到这儿，把它遛回来，不用管它了。我们刚才小郭把秀秀带下去上厕所，回来之后呢，就没有多想，想的是上完厕所了，让它放松放松，就把它放在了客厅。然后我们没有忘了，又没有管，果汁果绿果肉的粮在这放着，我在那拖地呢，一回头，哎，什么动静？过去一看。半盆没了，那肚子又开始了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跟大家想象的并不一样。谁干的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你养一只狗，养两只狗，养三只狗，养四只狗，真的不一样。我们为什么不养呢？其实谁不想养啊，这么可爱。对，但是呢，为了给他一个更好的环境，为了让他能感受到更多的爱，其实把他送出去，我觉得是对他好，为了让他不再出现这种问题，吃饭这种问题。对呀，因为这肚子又成长了，这是拉出去上完厕所回来之后，然后现在又成长。回来刚回来的时候还好的，这是我给他准备的粮，我给他准备这吃这么一点的，结果他就半盆给我炫没了。哎，难免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，是不是？哪一次要是发现了吃了，他把那一盆炫完了，是不是就危险？我真怕他撑死。我们俩今天有点事儿要出去，所以呢就让狗子们自己在家。本来还想着给他放点粮呢，算了吧，你就自己在窝里玩吧啊。秀秀，你好好给咱看家，果汁果肉，你们好好看秀秀啊！果汁说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走走走，我们今天出来办的事儿就是要拿我们的大机器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机器，这个也是，哇，这有点大。我们的机器送到了，哎，加油！这是一个气罐，妈呀，好大！小心小心小心！脑子这边如何上升？哎呀，这家伙！我一直以为这个气罐很轻的。这孔嘛是不很大，那这样空的。这个搁桌上，对，放里面。这样空的，开。走。好，这样能
对起来，对起来，放我这样，怎么了？好，一二三。哎呀！那事儿都没看见，就放上一腿，放上一腿也能行。放上腿，李玉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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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让受不来，你让能受不来，受不来，对对对对对。对你，怎么你上？哎呀，好家伙，哎，可够沉的。这个挺，这个挺强，多少岁？你把手伸，贼瘦的，我累了。你今天这活可都是体力活。好了，我的又一件大机器就位了。这是一套空气压缩机，这个呢是压缩机的主机，这个呢是压缩机的气罐一方的，然后呢那个呢是一个冷干机，具体工作原理我也不知道。就是我之前不是申请了一个三相电吗？就是那个380伏的电，就是给它提供。它是要干啥呢？要给下一个机器服务的。下一个机器要干啥呢？用来选花椒的。哎，这一系列都是为今年的花椒产业服务的。嗯，现在的机器还没有连接呢，因为我们俩都是这种机器废物，完全不会。等人家下一个机器来了，让人家一块给我们安装，然后再试用一下。在指导。对。告诉我这什么使？怎么使？我们回来了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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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走走走，进进进进！哎呀，三只狗子迎接我们，秀秀呢？秀秀呢？啊，秀秀在笼子里呢。啊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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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我可以，但你不能亲我呀！秀秀，走，看秀秀去。这洗手器在干啥呢？也不吭声儿、哎。你把自己窝卷成这样了啊！哎，赶紧跟他们睡，我睡，我睡好了。嗯，赶紧抱一下去。哎呦，先抱一下，先抱一下，先抱一下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呦，可以啊，一天没在里面拉，得赶紧带下去上厕所去。先给他弄点水一喝，我再带下去。好，哎、你快喝，你快喝水，快喝水，快喝水。这一天了，没拉没尿啊，还是早上那一泡尿，赶紧带下去，带下去，他不喝，带下去。不喝，我就先带他下去。嗯，走，上厕所去。嗯，去吧，去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